离地，西洋会杯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，红风包慢闸噶，前面快啲噶嘛，见到中内档有呢只走胜噶，响中间位置红旗勇将啦，粉红帽嗰只啊，再出边有一定爆啦，咁啊外边咧就有呢个大把在手，再后多少内栏至尊飞飞噶，中间就系呢个订造啦，咁啊再响出边长胜外区内栏红风包上翻多少咁啦，中间黄帽嗰只就最佳孖宝嚟噶，尾心魅力心啊，尾子咧就系降至包尾就系嗰只精英勇士嚟噶，向住呢个600米段转进发啦，前面一定爆咧就走中档咧开始杀到埋栏啦，跟住第二位嘅马就大把在手内栏，第三红旗勇将，第四位就是呢个红风包啊，再响出边位置有订造噶，内栏第六到啦，黄亚就有走胜啦，出边黄帽仔咧就是呢个最佳孖宝啊，一路数落去就是呢个长胜爱区至尊飞飞啊，电流三匹马有魅力心降至同埋呢只就系精英勇士噶，好啦，开始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一定爆放得好顺啊，占先多少入嚟，大把在手黐住佢喺第二位啊，再中档第三位有呢只红旗勇将啊，外边打冲锋嘅马有呢个订造啦，再响入边有最佳孖宝噶，兜到嚟最后百零米啦，前边就一定爆。走紧呢只大把在手啊，咁啊抛离后边第三名嗰只红旗勇将都好远啊，魅力心亦都赶紧上嚟啊，接近终点啦，一定爆好有机会咧就带到啦。第二名就系大把在手啊，第三咧就系魅力心，第四有最佳孖宝同埋精英勇士影相噶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一定爆今次咧就真系都叫做飞到马到啦，头先嗰只劲闯区都已经有飞噶啦，再赢一场一定爆，大把在手第二，魅力心第三，最佳孖宝第四，七二十啊。第四仲影緊相啫，都係咁就喺前面嗰啲馬咋，但係後面就追到上嚟嗰啲3344嗰啲馬啦，魅力心其實早段都喺包尾嗰兩三隻嘅、開邊呢、精英勇士都可能有機會撲返第四嘅影相啫，同埋最近馬步好近好近，應該好近好近好近，好近呢一步就好近，反而呢隻守住博士初出嘅紅旗勇將冇返嚟，边个买话？未必嘅，怕第一场啫。答佢咯，魔仔买咯。